开机开机，一吃的都把它开下来。哎呀，那行，要帮他干，哎，不对。哦，不行，个酒套的。当当当当当，你讲那唱的这啥戏呀？啥戏呀？哦 ，no 你哦，我是讲奇怪嘞，点啥戏呀？要讲戏呀？你啊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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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过年鱼刚吃啊无啊？我吃过，鱼刚吃水泥嘛个。哦，水鱼啊汤诶。我们有汤了。哦，汤啊，哦，对对对。对对对，红皮啊，该汤也都有啊，米都有汤啊。你的卤肉饭没汤，你要叫汤啊，哎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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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菜多好啊！你去炖掉的，炖唔掉的看，你去卤，你讲为了卤耳朵，切掉对吧？哎。哦，头家牛，头家牛，点菜。哈哈，无看的，惊死人哦！这地方起价嘞，五花肉，调价五十块，五长汤六十，汤六十。点在后面再就就坐在前面，哈哈哈哈，点菜在前面。你知影有一个新闻，美国一个三十几岁，娶一个九十几、八十几岁，哎。没错啦，陪那个八十几岁去谈恋爱，我注意。我好像。女的比较老啦。嗯。我年轻人时候。嗯。要 RCS 股权的。要有钱的。哎，万一出了三长两短，还有可以啊，可以有所东西有保障的，对。对呀、啊，三长两短有保障的才行。汤的，米粉是汤的。再进来，我打出去的是绿色，打出去是绿色。刚刚我看过了，刚才，对啊，少林寺刚刚我看过。有没有？你也看过呀？我少林寺跳钢管的家伙看，这厉害。
哪一个女儿？你有好几个？澳门的。哦，澳门的要来。哦，就够醉的呢。讲个笑话给妹妹听。八种女人不能娶。八种女人了。第一种是空中小姐，因为总是在上面。第二种是卖面的，来哦，你站着站着。哎，第三种幼稚园老师，来来来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小朋友，我们再来一次。第四种是护士。护士长，护士是什么？把裤子脱下来。第五种小学老师，做不好就罚你重做100遍。所以这种娶这种老婆，你会做不好重做100遍。还有再来第六种车长小姐。再进去一点，再进去一点。第七种，麦当劳小姐。谢谢，谢谢光临，59秒内完成。第八种，台湾大哥大销售小姐。进去就欢迎光临。要热，没有电风扇。对，要热，要热。对啊，无电风，看人气在哪里。无开啊。开一台尔啦，迄一台无开啦。是开一台啊，一台有开尔。啊？无开啦，连开都无开啦。无开连起啦。无开连起啦。啊，我咧，好料诶。好料的早料料啊，老干老干迷迷茫茫，对啊，
到那三个月一届，嘿，加码自己也没办法分嘛，所以要加在新业绩较外的分嘛，对不？对呀。长期性的道理，是的，你这样的长期性。